个表呢，就是说呢，我们的肾有来的那个水的重量啊，哦，跟他们的本身的重量的比例咯。如果超过了38升，对他们身体是一个负荷的，长期这样子，他们就会有肺积水的风险，然后睡不好啊，会喘啊。应该五几六几个行，我都无安去啉，所以食食食食啊。